么时候来？先去插个眼儿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凌驾于死亡之上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哎呦我操，他人这个多呀、哎！全军出击！这么早给我怕死，我怕里头有人儿。没事，给早点就给早点吧，没有关系。目前他还能有个50秒左右到2分钟左右吧，应该能看着他，估计看不见我也知道他什么时候打了，看不见我们再默数10秒钟差不多了，就这就叫意识。传送回家，买个皮鞋。正在逼近，打的有点激烈呀。这不踹他好了，他怎么伤害这么高啊？我用我一个抠征服者回点血，这波死不了，还踹他一脚，无敌的理解。没想到这小子虚区有点高。来一波回合制游戏。哦，他双多蓝。
家伙，吓死个人呢！往上走，没事。打不死我，还好。别在这回城啊，寡妇可能来，他野区没有东西。蓝枪上路收波线，我们回家。小亏一波，亏了半级。升六有机会杀啊，稍微等一等。寡妇在旁边呢，真他妈能蹲呢。刀锋左边，右边。换一个，还行吧。把线儿给我卡住啊！漂亮，这波小兵。驾！重伤不用出重伤，他都不出重伤，我出什么重伤？我们大招应该比鳄鱼快一点，这波可以打他一个大招差试试看啊。好，11.20，简直了，哎，简直是操了。烦死了！
作战吧。本来吧就是亏的，还掉线儿，掉线儿损失五层塔皮，你说，完事还一个一血塔，你说这膈不膈应？哎呀，慢慢补吧。真是操了这个网通啊，真是头疼啊！这网真是膈应人。赶紧吃塔皮，别管队友啊！这波赶紧吃塔皮，能吃几层吃几层，赶紧把它往回补一补。刀锋没在吧？刀锋搁这儿呢。别管他们，打输了，挺断节奏的。其实你知道吧，这波本来小龙我能去支援的，我有个传送我可以去支援，这刀锋怎么跑那么快啊？好救兄弟，好救。哎，算了，搁哪都不安全，你知道吧？又有寡妇，又有小黄毛，小黄毛死了，搁哪都不安全，全是隐身的英雄。别急啊，这波等一下。中路线蓝枪吃，下路线阿卡丽吃，上路线 ADC 吃，我没得吃啊，我去下路吃吧。这家伙，你这是
整个就没办法让人待，你知道吧？这地方就待不了，给他吧。你把峡谷打了吧。上当了，真是上当了！这个 ADC 一直给我点信号让我上，哎呦我操，我上当了！点烟的，不让他跑。我决定把这个水晶瓶卖了，我们把三项除了，好像钱不够啊，直接打了吧，那鳄鱼搁上路呢，哎呀这不行，钱不够，还水晶瓶卖不了300。哎呀，傻逼了！完了，兄弟，团灭了！大放的薛飞是有点随意，这大放的，哎，这大放的不好。全是残血，对面我留个大好了，我刚留个大他们家后排好了，我寻思翻墙那一瞬间我把他大下来， ADC 过来正好把这个刀锋给他杀了就好了。我影出来了，但是人没打死。还行。一波五换三，龙打不打？你俩能打吧？你俩应该能打龙。我得来点魔抗啊，寡妇打我也有点疼。还行，泰克没有鞋。
我出个振奋就行。阿卡丽没在，先不上了，等一等。哦，又是这种单带的人啊。这两个人呢，我操了，这简直了，真的。个老寡妇，今天我不给你骑大马，我跟你说，你别让我碰着你啊，我有点眼。给我扯入死吧。这没死啊，这也太伤了，这哎，那这就不伤了，他非得要杀辅助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我这大招十个八个是用来逃跑的？别追了，这打小龙嘛。因为我一在线上，这寡妇就在，我一在线上，这寡妇就在。所以我这大招就只能用来逃跑。那鳄鱼一个晕，寡妇一个大，我看见鳄鱼晕我，马上晕我的一瞬间，寡妇出现，我就直接大跑。在后边，哎，这蓝枪为什么先开个大呀？稍微有点脱节啊，先不上。我应该直接打他，其实，但是不一定能打得死。我的大招恐惧时间只有一秒钟。先把那个鱼杀了。
让人玩死。1600，差点钱把这个除了。哎呀，死死吧，这么劲儿吧，给小黄毛一个人头。太缺蓝了，你一定是没有带气定神闲。哎呦，可以！这为什么这小黄猫这么难杀呀，兄弟们啊！先把中路推了，要不？跑得很快，我估计我能闪个传送。打龙啊！这不打龙，没事，我不上，他套我点烟，我们打龙啊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小龙。挺嚣张啊，这挺嚣张啊。那鱼先发了。上去的有点猛，小黄毛太幼了，全是防御装，死亡之舞冰拳配大影魔刀，哎呀我的妈！想杀他可不容易。走吧，要我说，溜了溜了溜了，啊，咋地秀一秀得了，自己秀去吧，我走了。我们现在就超级兵没意义，你就知道吧，赶紧跑。驾！嗯，最后回家是不是有东西出现了？啊，鳄鱼。
老甩我干嘛呀？这 ADC 都神装了，他还要啥装备呀？来人，把上路推了。打个蓝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就出这么多肉装啊，也避免不了被秒的命运，真的。这把连件虚虚装都没有。刚才直接回头大他们好了，就应该直接回头大他们，给他妈大死。那派克勾我的时候，我直接回头大他。太难玩了呀，结个账啊。